好，那接下来叫舍烂留纯事，就是你在关第一重关的时候，你会看到依他的事跟缘成的理，也不离开我这个意识。比如说，你看所有一切因缘结构，这一切跟它真实的道理，它是清净的，其实还是在意识。比如刚刚看到讲堂的冷气，跟我有关也无关，但是我不会去执着了。 有就不流汗，没有就流汗，没是非，这不执着。可是讲堂有冷气是事实啊，这也没是非啊，也应该有冷气。有冷气，慈悲 <laughs> <laughs>、啊，这些定义是不是也是意识？这些是不是也是意识？可是他已经不是从烦恼向了，他已经那个执着性没有，是不是没有烦恼向？ 这个就是舍难留存。那这个时候，你你其实你的内视中，也就是你的这个心意识的中间，有客观的境界，就是讲堂的冷气，这叫相分；还有主观之心叫见分。我知道讲堂有冷气，这叫见分跟自证分。确实讲堂有冷气。 我家也有冷气，那你这个意识呢？这个心其实只有在你个人，这是独独一无二的存在，这也是意识的存在。可是这个静呢，可以一看到的所有，讲堂的冷气跟家里的冷气，哪一排？家里的哪一排？那他的、嗯，这是。 强度如何？它的功能如何？这些是不是精通内外，里面跟外面都可以做一个整合跟连接，而是自由自在的。那为了怕你外面的相跟里面内境有混淆。 没有得到正观，所以慧基大师他就教我们第二重，叫做舍净留心。舍净留心就是舍什么？舍讲堂有冷气，舍我家有冷气，舍掉开冷气不流汗，不开冷气会流汗，又如何把这些都舍掉？回到。 清静中，那回到这个所谓你还是有见分，就是你的功能没有变。但是今天功能，你刚刚我们谈到的主题是讲堂有暖气，那讲堂的音箱呢？今天讲堂没有音箱，你听得到吗？当然近距离听得到，这一层楼都听得到。 楼下的用视听的就听不到，对不对？所以当你对镜对到哪一区块、哪一个主题的时候，它的见分跟相分是不是都在？所以先舍掉相分，先舍掉讲堂的冷气，讲堂也有一大堆东西啊，桌椅、课本。 摄影机、麦克风、音箱，甚至佛像，甚至人，所以这些第二重，就是不再把这些东西有一个专注的点去储存它，然后就会留心，就是留你的功能而已。 那所以讲堂的冷气跟讲堂的音箱跟讲堂的桌椅跟讲堂的所有一切万法同存，啊都清净，但是你不会个别去定义它或执着某一部分，它是不是回到平等？啊这个平等你就不执着了，这是第二重的做法，叫舍难留存是。这个是讲的。 留那个心，就是留它的作用而已。这样是不是更清净呢？第三个动作叫“舍墨归本”，事“舍墨归本”讲的是你在第二重关的时候，你已经舍离心境相对的烂境，也就是你的心能够去对到这个境，冷气。 甚至于它的温度，那留的心人有事的字体，就是自证分。自证分就是你对于你能够认知了别的这个能力，肯定他的这个能力是留着的，对不对？刚,刚是不是留着？然后你的作用，你这个能力留着。 你对于见分跟相分二分的分别，其实你现在用它跟不用它，你还保留它有功能的想法。你既然有这个能力，我眼睛一打开看到什么，我就马上能认知什么。这叫椅子，这叫桌子，这叫张同学，这叫李同学。所以这个分别。 我现在是不住它，不拿它，但是这个分别的功能还是在。我是把这些通通舍乱留存的时候，是不是通通不住不放？第三个是因莫离本则不存在，故舍莫归于本，也就是这些东西，我的认知是因为我有。 这个是的字体字正分，就是我有这个了别的功能，所以这些我的功能还在作用啊，我还在肯定我的功能。当你肯定你的功能，这个有一个内心很奇妙的东西。当你肯定你的功能，所有认知的点，它虽然都是平等的，但是它的假名都会出现。 你不执着他，但是他的假名会出现，比如刚刚讲的张同学、李同学、桌子、椅子，对不对？那你你到底认识张同学跟李同学跟桌子椅子有没有是非？你已经没没是非了，人就会赞许自己这个点。我们现在要重重播播到无漏啦，人是会赞许自己存在。 我们的觉性就是如此之妙啊！当他用的时候就全用啊，他他不用的时候就可以选择性的不用，其实还是在有为呢，因为人还是新意识的一种运作，对不对？我想用我就用，我生气我也可以阻止，我不生气，我用法去洗它。 我控制我自己，调伏我自己，用法门教训我自己，或是提息我自己，强力叫教训嘛，那如果柔和一点的叫提息嘛，对不对？所以这个上面其实你的事还是在有为，这还没有办法进入无漏。 所以第三重是设墨归本势，就是知道我这个功能，就是因为我这个字正分呢，这个势的字体的把握，你在把握你这个东西。那如果我这个这个本呢、啊，我并不用一个念头去把握它。 把这个末归于本，也就是回到最原点的最原点，不发出去。再讲一次，你的觉性变一切，是不是？你都还有探索世界、搜寻世界的习惯性，是不是？每个人都这样。你要过街，你你这个习惯性是一定得用啊。 可是如果不过街，你还是一直用啊？这样扫来扫去，雷达，雷达一直在扫描嘛，就好生怕有某一个人在谈话的时候我没听到，他有心急的讲啊，啊，是讲我没听到，我不知道那件事哎、欸，这件事背着我不让我知道，或者说我不知道，我怎么可以不知道？ 这就是你这个自正分里面一直要跑到末去，这就有为啊！现在行运中的一部分呢，有没有这个习气？这样知道吗？所以这个时候要把这个墨。射回来。 这是觉性在本处，这是第三重为事观，觉性在本处。而是我们一般就是扫描、探一下虚实、观察环境，生怕自己有某一种不测的遭遇，或是不够聪明的显现。其实那个。 还是在什么变计所知、欸？有的是要寻找一个法，寻找一个智能存在的自我肯定。人这个很麻烦，对不对？嗯、<laughs> 我不存，我不肯定我智能的存在，那我就傻子了。你还是在有漏了。其实要到无漏的时候。 就是那个觉性在原点，觉性在原点，它不是探索，需要的时候它是大机大用，其他它并不做探索，就是圣莫归本是这样会了吗？原来我也是很细嘛，哈，那我们的心念其实就讲。 这就是心嘛。再来第四叫引劣显盛世。心王跟心所知自体，同样变现见相二分，就是见分跟相分。那产生出来的作用就叫能源跟所缘，能源所缘就比较容易了解嘛。 我有这个能力，我所缘的一切境嘛，成立叫一切法。但是我成立的答案，这叫心所。我成立的答案是心所，就是我新的功能所产生出来的东西，对不对？那这个是要把它隐藏起来。 这个叫隐劣显胜事，是在修行过程，你必须把这隐藏起来，也就是你要回到原点，不是免除它哦，不是免除它决心的存在，而是回到原点。所以隐蔽教裂，隐蔽教裂的心所，而彰显教胜之心王，也就他的决心。 是饱满的，是完整的。然后他所有所缘跟出来的答案的这些，都是指它的作用。它、啊、这个作用，我现在要把它引掉。我现在把它引掉。刚刚色末归本是是不是让让自己不动？不动是不是？是给它回家，不动。 那现在是把这个见分跟相分所缘，呃，能源跟所缘，就是新的作用的这个部分，把这个作用，就是能源跟所缘这个都把它引掉，这引掉之后，六根就不动，就射。 都是，都是六根，就能源跟所源在里面都没有发生作用，也完全没声音，极静。可是极静，耳朵没声音，思考没意念，所有的一切。 都回到一个极然，所以彰显教圣的兴亡，这是第四重唯识观。这跟第三重有有有差异，知道吗？听得出来差异吗？第三重是你本来都会有探索，你把探索回来，回来可是你里面有什么东西，还是有那个觉性嘛？ 可是觉性里面，还是一个活着的觉性跟动的觉性。第四重呢，是他的觉性是极然的觉性，因为连这个作用我也给他隐秘隐藏下来，这就进入定。 这就进入定。那第五重呢？潜向正性事，也就是你在修第四重的时候，你这个心王有存着，对不对？心王有存着，因为这个能力不能灭啊，觉性是不可能灭的，也不可能灭心王，这就是觉性嘛，觉性的本体。 但心王有事跟理之别。我们如果说你这个决心，你是完全极静的，功能不失，那并不是一个有为的意识去动，听懂吗？我们刚刚讲都是六根，其实就是到引劣显胜失去了。 你这个六根，它并没有有违法的去动，但是你在清净当中，如果有一个声音，如果有个声音现前，你是不是无是非的去听这个声音？然后这个声音呢，如果不是拍手击掌声，而是哇哇哇小孩子的哭。 呼声，这是不是一个事？透耳根去知道一个事，所以新王他是不是有事？是不是有事的分别？一个小孩子在哭，他这个一个小孩子在哭，这个事相也就是新王。 觉性，它会有用，这叫依他起性，依这个因缘，还有你这个根对起来是没是非的哦，用根呢、哦、不用是哦，对起来的时候是不是有依他起性？可是这是净分呢，是不是就叫觉性？那它呈现你解读出来的就是是。对不对？ 所以他的理是什么？无是非的小孩子的哭，那是因缘法。有一个孩子在这个环境里，他肚子饿，尿不湿，但是因缘法，他是毕竟空。这是不是理？是不是理？所以你的这个觉性，只有这个心王，你并不是有为造作。 听过吗？啊这够五响来。虽然做了一炷香，听过吗？这够五来。哦，那我看我让你开门啊！这个在仔里吧，啊，够一个声，嘿、啊、张师姐啦。听下卡宝声就知啊。这个其实是以以探索而言呢，知道吗？因为你有启动一个搜寻、巡视啊，你有启动搜寻。 那如果是这个，所有一切你无分别，打有人打开门，你没有具体的语言跟相状，而是就知道有人进来，哎、啊，有一个女众，那个人叫代号叫张师姐，师姐是你喊她的啦，她姓张是假名，对不对？那这个完全，他有理跟事。 所以，潜象正性是是潜依他之相用，就是你在无是非之下，他依他的相用，有一个小孩肚子饿在哭，这是相，这是因缘性，这叫依他起性，舍这个，把这个遣掉。 而读原成实性，因缘法有一个那样的组织叫小孩，在因缘法里面来到这里，他的肠胃道没有残留食物，还有一个感受，就是美是非的，所以保留所读的就是实相。 就叫第五重为识观，所以以我们既然有为事，有这新意识的所有这些，就是这样一重一重一重的去走到最真实的觉性。它这个觉性是觉实相，就是正圆成实，第五重为识观。 那这五重就在说明如何误入，就是如何我们从三性里面去误入入，啊，对不对？就是从有肉一直剥，一直剥，剥到无肉，在实相前四重。 是观现象是是观现象是，前四重哦，注意听。我们第一重是不是会有所谓的冷气跟你的关系？是不是物象？是不是你现象现象是里面的东西？这叫相为是。 你第一重在观的都是相为师，第二重也是观相为师，就是有一有一台冷气，家里的冷气还是相为师，只是你抽拔掉对象的一种关系法的坚持。到第三重，色莫归本是，就是把无形的这个探索往外探索的这个。 习惯性的，这是习惯性，收回来，收回来，是不是泯除这些相？其实还是在相啊，是不是还在相？然后回到自己不探索，其实也是叫法相了。前四重的为识观是见到位以前的修法。 所以，当你这个收回来，也把变现、相分跟呃、欸、见分跟相分，就是能源跟所源这些东西都完全积然下来的时候，就能见到，就是从有肉到无肉，因为我们一直在讲说，你修行一定。 所有的法门都是为了达定，而定要通过有漏一直达无漏就能悟。那第五重是观真如为是之性，这就是观清净真如，也就是刚刚讲啊，你要舍相。 然后懂了那个理，那个理叫毕竟空啊。有一个小孩或张师姐，一个小孩在哭，或张师姐进到这个道场来，这是因缘法。因缘法没是非的，这是毕竟空的。你的内心了知，哦，完全即然，这个叫真如为是。 这是见到位以后修的，这就是要保任，也就是清净的觉性一直在说正等正觉。第四重，当你把能所都放掉的时候，它是极静的，它极然的时候就是会悟空性，就是进如肉啊，那个就是体证现观空性，就体证体证空性。那第五重就是。 就是智慧现前，诸法实相，因为你没有懂，你是极然的状态而了别所有的一切，里面又是因缘法，是留理，他直接读到理，不是读事，凡夫都是就事去找那个理，可是那个事里面看不懂理，因为理都有讲毕竟空嘛，缘起性空，可是你那个理就是。 找不到，因为你就是住在市里，所以这个五重为市，就是从市里面一直播播播播到金卤肉正空性，然后理。如果市你也懂，理跟市它是圆融的一体的，那这个就是无上正能正觉圆觉，也就每一个当下都是圆觉，所以它是从本体起出发。 第五重差异就是我们人看到自己的这个觉醒的能力跟他的运作的，讲简单一点叫冲动，它作用是存在，可是我们一般还不会对于自己内心启动的这个作用去做探讨。如果你你修过，你真的是。 即然当中，对于现前的所有一切了然，但是知道它的原成时，它毕竟空的道理，但不会不会有一个很无形的东西是那个欲求的东西，欲望，它的功能是无漏的，它不是有漏的造作新意识的功能。再讲一次。 一个体证过的人，现在肚子饿。我们在讲一个凡夫跟一个体证过的人肚子饿，他读法是不一样的。一个体证过的人肚子饿，内心是极然的，所有外界的记忆或有或无都没有是非，甚至于几乎是不会记得不大会去记忆那个。 冰箱库存有三个馒头，一个包子，两杯什么东西？他不会去记忆这个，但是这些也可以存在，还是没是非的存在。所以，当你肚子饿的时候，他并没有有为造作。哦，在一店娘的那腰，你写冲啥？没八刀 怪自己，怪环境，都不会有。他就是根据着他的这个觉性，去到有食物的地方，没是非的去看这个食物。食物绝造于所有你的时间跟空间的条件。你五分钟后要出门，所以你可能五分钟要产生一个热包子是不可能的。 所以你就会接受冷包子，就这样，冷包子跟胃跟这些，它在这个条件里面，它并不叫夜报，知道？那如果凡夫的话，现在肚子饿。 我想说去办了那件事回来，大概顶多一点再吃，啊怎么饿的这么慌啊？真是讨厌哎！还个加加麻烦、哦、啊！冰箱有上啊？丢了，脏哦！而且还没吃完，过几分啊？从五分钟，无到糖火烧，那也安尼，就是很多了。它里面包瓜自我解读。 包括对环境的审核，包括给环境跟给自己的关系法做了很多是非的判定，还有受者的自己，是不是心中很多是非？他是不安静的，他不是住在极然当中，他是不是反应不一样？可是他的动作末句，我们这常讨论末句哈。 他墨句是不是起身，然后去冰箱，然后一个拿了冷包子摇一摇配热开水，当然这样小心拿、啊、哈,哈。拿比方，或是包子拿着等一下回温不会那么凉才吃，没有是非，安静的。那一个呢，可能在那边看着冰箱，biang 冰箱哈哈，这样知道意思吗？ 今天讲这样跟心经有关系哦，同学，我们可以从六根、五蕴，我们可以从里外去修，界外来修理呀，就是借你在去读外界的时候产生了什么东西，就看到这个妄，啊破这个妄，离这个妄。 为了显那个真，或之后，当然外完全不存，你也可以回到空。可是空之后，它还要妙。第五重就是妙。第五重的唯识观就是在讲妙，就是圆成实，留着的是实相的道理，毕竟空，真实的毅力。 那修行，不管你从哪里入都可以，所以更更有更懂得心意是运作的人，他才无名起获，探索心一直在外放，那个探索，能所是一直在运作着。 所以起货的时候，如果是一个声音，那这个声音非常相像，它可以可能非常相像是拍手、击掌声，它也非常相像是张三打李四的嘴巴子，一样是肉体对肉体撞击声，但对于你而言。 你不是有去探索，只是它是一个撞击声。它这撞击声是局长或是张三打李四的嘴巴子，在你此时它都没有出现。如果它是，然后之后有一个人说：“你干嘛？”那个时候。 就表示这个声音是张三打李四的嘴巴子，嘴巴子知道吗？肾 a 配，hmm. <laughs> 这个然后有一个反应，这在你的心中都听了，可是没有起是非，你知道有一件冲突是产生的。张三认为李四很不对，他有他的想法，李四有他的抉择。 所以他才会做这样子的事情。这里面呢，它是因缘，它是意识，它是毕竟空。你这个时候都了解，你是了解缘成实性，也就是那个理。那、啊、这个事呢，依它起，这个事的部分呢，你知道，但不住，知道。 这样是不是就能？你心中是叫观真如为师。短短的心经两百六十个字，但是这心经啊，在历史上是非常的有分量。不晓得有多少的大德因为心经而有深切的体悟。在修行人而言，每天固定的定课中。 奉送奉送的时候，对于《心经》也有一番不一样的感受，甚至于在每一场法会，只要到超见王者的这种灵位前，也无不是以《心经》来作为法的总持与诉讼，所以这《心经》啊，总设了佛法的。 大总纲，那对于《心经》的持诵，它自然有一番不可思议的妙功用；对于《心经的》的这是体体解上面，光对于文字，也会让你在内心去反思每个人心里的结构。如果照《心经》的。 这个次第而修行，那就是处理整个生命的中心思想。每个人修行其实有一些办法上面的、呃、相应，能不能真的有那个能力去回光返照到自己每一个起心动念，并没有。 如想象中那么容易，又那么好掌握，所以可能花个三五年听经闻法，再花个好一阵子在自我拉拔里面呢，思维思,思思维比对法意跟自己思想上面价值观的落差，再要有好久好久的时间去说服自己。 其实修行有些时候是自我说服吧、啊，去说服自己该起步了吧，该起步了吧，不要让自己老是，呃，在那个边缘法海的，佛海的边缘在那边徘徊，想要真正跨进去，就开始有了所谓法门。 那这个法门的接触又要花好久好久的时间，才去找到自己到底如何抓住这种烦恼啊，跟这些相状啊，这上面的处理一般来讲有两种方向。第一种方向呢，也就是我先从烦恼跟所有的这些里面，想要做一个转弯。 就是先把这些都通通跟我做一个隔离。那至于要去处理新的问题，其实没有能力。就是我只要把这些问题先不要来缠扶着我，这样就好了。哦，这是我最想要的了。开始的时候，这样的这种想要离苦啊，还不敢说得了，想要离苦的。 这种动机是、呃、非常合理的，不能说不合理啊。那至于要去所谓度化众生这一块，其实想了想了，自己就把握不住了，还什么度众生不度众生？那个是好久好久以后的事啦、啊。告诉你，再讲 <laughs> 其实一般都是这样的，其实百分之九十九点九都是这样的。所以在所谓发菩提心，上求下化，在开始听的时候，就觉得是很漂亮的语词，可是眼睛其实只看到上求，心里想着。 只想要自在跟解脱，老实说，是不是这样？<laughs> 下话，那是法师的代志。<laughs> 我哪能给多我自己都偷球啊！所以法门就在这种个人需求上面有了一些不一样的分野。 如果任何一个法门就是告诉你：“哎，过来，你用这个办法，烦恼就会不见了。”你都不要理，什么东西都不要理，你进来吧。这个法门一定非常的吸引人，简单明了，好用，就像止痛剂一样，吃了马上不痛。但是说实在，每一个人。 刚开始接触法门的时候，那模样跟那沙龙法师那打了都后啊嘞。其实也不是啊，不管你用哪个法门，都不是啊。念佛也不一定一开始杂念就没有了啊。禅修一开始也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数不到尽头啊。这个都是要坚持的。啊，拜佛拜啊拜，边拜边哭。 忏悔，忏悔，有时候忏，有时候忏不出来。像这些都是过程，可是终究，不管你用哪个法门，当你降服了自己，所谓烦恼习气少一点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好多事情理不清啊，你没有能力去看穿它，这个心是模模糊糊的。 好多东西呀、啊，都可以引发他的动作，就内心的一种浮动。也有好多东西我不想理，于、就是内心看到我不想理，可是他又动，真讨厌自己有这脑袋瓜，跟真讨厌自己有这样的一个念头。谁能帮助我这个？ 所以，从佛开始质疑，从菩萨的有无开始会想，真的有这种吗？再从所谓经论里面讲的，都是这这样简单又明白。然后这些大德写出来的东西，哎呀，不依不义呀、啊！一切实相毕竟空，自在了脱。 这都跟我无关呐、啊！可是好想他就是我，我就是他。<laughs> 最后呢，要透过很多的讯息，肯定在肯定。有人演给你看了，他是怎么自在的；有人演给你看他是怎么了脱的；有人证明给你看他是如何可以不再受很多的束缚。 也可以移民成功，不要在娑婆世界里受苦。这些的讯息，好多好多都涌进来，你其实通通想要，不是选择一个，而是通通想要，是不是这样？可是终究不能通通想要啊，那只有佛啊。 如果善，就是善根的、立根气的、循序渐进的诵经啊、持咒啊、拜佛啊、礼忏啊、念佛啊、禅修啊，这都要有因缘呢，这都要有一些执行的、坚定的意志力，都没有办法马上达到那个答案。 那这些都是修行人个别个别的，谁也替代不了。在这里是要跟大家讲，修行没有用跳的，它不是有个弹簧床，在上面一跳，哎呀就碰到顶了，没有。要历经多长的时间，每个人都一样，都一样。 而办法最好是什么呢？就要看你原始的动机是什么。就所以两大区块，第一个取圣道先悟开，其他的问题再来办。可是无奈无奈啊，很多事情牵绊着，只好给俭啊，随顺。嘿，正经无法度的再来办呐、啊。 啊，那有法多先放一边，是不是呢？这种百分之八九十啊，可是那个没有办好的事情，却那么实质的一直存在在里面，闪烁闪烁，真的要把它扯开又扯不开。这个时候，你不得不正视心经喽。 你不得不正视他，他有很多的办法，是你厘清了自己的心，可以合理的去处理你这些闪烁闪烁的这些问题。至于你的行动力如何，那是互动之下才可能真实有的答案。但是内心啊，这个时候。 这部经就是要解除你内心的这些闪烁的讯息，而这个解除之后，直接帮助了你的法门。它不是跟法门切开的，它是为法门把关、加倍，让法门得以。 让你直接而入，所以如何你使用《心经》里面的脉络，或是理论，或是教导的办法，来处理你那些若有若无、牵绊着的那些思绪或是烦恼，是直接有效的。 所以我们必须认清楚了，那只取那个清净啊，我先悟开，再来处理后面的事，合理。那就是先走上求，再来处理自己生命里面的关系法，那就是先至真上嘛。 这至真上，体证那个佛性觉性，那觉性有所体得之后，来处理生命的问题，其实它简单多了，真的简单多了。但是说简单多了，也不尽然，非常简单，因为有些。 还要有时间、空间因缘，还要方便善巧。有些事情是已经过去了，它成为一个伤痕；有些是持续还在进行中，你比较好掌握。透过心经啊，在结尾的时候是要跟同学讲。 他可以为你的法门加分，还可以帮助你很多很多。他跟你的法门直接连接在一起，因为佛教导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直直指十法界由心造。 而你要处理林林总总的这一些东西呀、啊，也要在它真正的中心里面去处理。从外围事项上面要去厘清它，嗯，是公说公有理了、啊，婆说婆有理了、啊。从你内心知道它的因缘结构跟毕竟空的道理。 才能一次解决它，所以这个心经啊是必读，不管你是哪宗哪派，都一定是碰到你这颗佛心或凡夫心，而这个凡夫转佛心的过程。 就是《心经》，跟大家一起研读这部经也好一阵子，希望大家各有斩获了。想说这种解释的方式都比较实况，那你就参考着吧。 哪一天你要实况演练的时候，希望能供养供养啊！现在呢还不怎么好受用，那你就勉强勉强。